网址 www.ahont.tw。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只要对事无对人，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多谢多啦。各位亲爱阿宏无所不谈，咱一个网友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来，咱现场电话台北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现场电话台北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那么，咱这个电话由俺小董树林要来定向的电话台北空二二九七七七一三八。来，阿宏报新闻，分析新闻，批判新闻。你家想？这个应景，那么为固点画句点，就是讲这间公司不爱做啊，那么三个也这个旅游业大裁员啊。这间我都唔捌听到咧，当然啦，阿宏唔捌听到介多吼，因为阿宏唔是对这方面吼有滴去甲了解。那么阿宏报新闻、分析新闻、批判新闻，拢是临时啦，要做节目进程，看看。认为讲，这则新闻有需要吼，来报予大家，来了解，我就甲copy 开始节目就甲做了。这是网报吼，台北报道的。那么今年春节，全台
哦，真侪一般诶，即个旅馆，吼、哦，伊诶即个算讲房间呢，吼、哦，会使讲比以前吼、哦，那么佫较歹，吼、哦，那么算讲无人客啦，只好啊来降价，吼、哦。啊，广告也好啦，吼、哦，啊，全部拢降价，吼、哦，犹太种种的服务阁好，吼、哦，也会顺安尼啊，广告愈关键啊，伊伫咧讲，旅客的这个团，曾经是真多，吼、哦，这个中型饭店的一个主力啦。那么旅客来台，吼、哦，已经到算讲减真多，包括诶像咱诶旅馆，啊，甲民宿，吼、哦，伊诶即个房间率啊，啊，拢真低，吼、哦，大房诶客即个房间吼，拢真低。那么有业者预估啦。旅客来台，这个愿景，那么对今年三月起，吼、哦，啊，要来划下，啊，这个古点就是讲三月起开始要收起来。那么旅游业估计三月了后，会有新的一波的这个裁员呐，有真侪人，吼、哦。爱领失业伊个即个给付，互小英饲半年啊！毋是小英啊，拜托个恁遮个讲毋对，爱互台湾人民饲半年呢，毋是互小英饲呢，拜托个，恁遮拢讲了毋对去啊！那么春节一向是旅客来台最旺的这个啊，这个月龄啦吼。那么过去，吼、哦、代表那咧休春假，哎呦，听台湾岛屿也袂歹，吼、哦、啊来去的时阵，那领岛屿啊，吼、哦、阿里山呐、啊，吼、哦、也是岛屿啊，101啦，吼、哦、种种这。但是，因为大陆客受到大陆政府伊即个限制，因为大陆甲咱台湾无共啊，咱台湾若护照办诶，咱出去要倒去啊，咱会自由。呵呵大陆无共，哦，大陆伊认为讲台湾袂使去，你爱申请啊。大陆要出国，拢一定爱申请。那么申请，当然你有护照。你有护照嘛是同款爱申请，你要出去倒位啊？吼、哦，当时要出去，吼、哦，啊要去台湾，哎、欸，歹势，名额已经满啦。你满年，若要去台湾，爱等满年，安尼啊。啊，所以因遐是要来出国啦。无论出倒一国，拢爱登记。啊，讲到要来台湾，都甲你限制啊。吼、哦，大陆是安尼先，甲咱台湾无共。那么今年嘛是同款啦，即波的即个人潮会延续到即个元宵节以后去啊。那么估计三月就会开始。哦，啊来下降。那么旅游业，哦，伊个即个业者就讲啊，那么往年啦，哦，进前的时阵啊，春节旅客，哦，加台客，嗯，拢安心，客家的时阵啊，台湾吼，啊一挂景点吼，呀，拢客，话话颠颠啊，
吼、哦，会使讲拢饱满。那么最近虽然讲陆客来台，吼、哦，比较进前几个月有较侪些，但是游玩比去年较少。那么就以垦丁、啊、甲日月潭、阿里山为例，平均伊个即个订房率，拢比去年啊，诶，即个春节较低，吼、哦、较少。那么虽然即个较悬，吼、哦，毛八到九成呢啦，但是有诶甚至敢若剩两至三成。算讲较早人爆满啊，哦，即马上届侪有八九成啦尔，有诶算啊甚至两三成。那么为着生存，当然啦、啊，拼价，哦，拼价。那么陆客无来，啊，我诶即个饭店嘛倒霉啦，吼、哦，即、這个倒霉吼、哦。应该是，嘿，阮较早拢讲衰啦吼，哦，倒霉吼、哦，真衰安尼。那么今年大家拢同款，吼、哦，已经倒一间饭店，倒一间旅馆，倒一间伊个即个民宿，吼、哦，即、這个带客都拢减个。所以是哪样？会使讲今年吼，这个旅馆业啊，会使讲是哪样？土土。那么一家无做旅客的这个生意，吼，的这个旅馆业者就表示啊啦。遐专接旅客，而且个旅馆业，啊、哦，那么由于这个旅客团减少，无生意，就开始降价，哦，当然个啦。啊，你正无生意要吸人客，当然伊无过去，伊这个旅馆个无做大陆客的人，当然嘛是受影响啊，哦，对不对啦？所以是哪呢？予伊原本做国旅的，就是讲咱台湾本土的一个旅游的，吼、哦，也是哪呢？即个同业都在讲啦，拜托拜托啦，哦，啊你个，吼、哦，无的是哪呢？下界啦，吼、哦，安尼。那么台北有一间旅馆，而且个业者就表示啊啦，隔壁而且个五星饭店，嘛来咧抢人客，哈哈。较早有旅客的时阵，当然啦、啊，阮的这个大客率，阮还佫有八九成，啊。那么即马因这个。算讲，这个、大间饭店五千级的，啊来咧抢人客，下价啦，哦，啊介绍差阮无偌济，当然人要带迄个五千级的，倒一个要带迄、那个啊三四千级的，啊当然都捡捡去啊你，哦，所以吼、哦，阮即马生意嘛受到影响啊。那么除了旅馆业，吼、哦，专做乐团的这个旅行社，影响上介大。那么年关搞啊，你
有的旅行社的这个七角比会计，有的比老龄爱停业的，啊，搁有的伊家己申请停业的，那么临时的这个旅馆业，伊咧表示的，伊讲哦，虽然无啊多人确认原因，拢甲旅客有关系，但是今年有过来经，算讲今年这个经数，那么特别多，甲旅客大减，有直接或者是讲间接的这个关系。啊，旅行社电话未通啊，安怎？那么对于旅行社一边的这个，算讲岛国停业的这个声中，19日长嘛，下晡又搁传出有一间旅行社电话未通啊，电话未通啊。啊，到有一间旅行社，那么年初有10名的这个工作人员，那么现在剩4个人，那么过年了后就要结束营业了。另外有一间的这个业者，今年人比去年少差不多有60%，你敢想？先前阿宏有报道，这个什么中介，房屋作中介吼，迄嘛关盖做起来，但即嘛换个旅行业啊，换个旅行业，那么当然啦，即间。人数减60%，比较前几年啊，伊阁减80%呢。那么另外一间旅社，在2015年，接旅客，而这个旅客团15万人哦，伊阁今年只剩3万人。那么有业者在讲，2015年，那么一个月，那么就会当接150团的这个旅客，150团哦。那么预估今年剩30团。那么已经有旅行社总经理啊，甲干部被裁员掉啊，哈哈。啊，当然啦！裁员了后，伊就咧做这道的哩，你要叫倒做倒一道，所以找无头路。那么你转往东南亚接旅客团啊，啊，搁有人转到大陆去做导游啦。那么伊过去，伊有咧带大陆团，带台湾。也有带大陆的，所以现在台湾这些旅行业者没多少了，要怎样？所以他就转去大陆去做导游啊。那么业界一片的这个凄惨的这个声音啊，你敢想？咱民进党的政府根本没影啦，有啦，减一丝仔尔啦。啊，结果你甲看这个新闻，第一曝光，倒一间也要倒啊，倒一间人啊，人员也减少啊，安怎应付啊？减开销啊？看会当搁再动无？啊，袂动袂掉啊，当然就宣布收起来。好了，
那么这则新闻就大家了解，吼、哦。好嘞，听阿宏唱首歌，啊来个结束。哎呀，来，母女，共同欣赏，再见，拜拜。当作你。